是维瓦蒂的四季。要表演这个曲子的前由呢，是因为我寒假说了一个玩笑，我就说春天生的拉春天，夏天生的拉夏，结果呢真的没有人冬天生，所以我就自己下海来拉了冬。第一个要表演的是游西童，他跟我学习学了很多年了，我应该第一个抱的小孩在游泳池里面游泳的应该就是他了。所以我至今不敢生小孩。他现在带来的是《春》第一乐章，谢谢。Thank you.
信呢，我在留言的时候也有写说，我想要献给我的父母，因为呢，我觉得父母。